高屏平原哦，这大所在，这广阔所在哦，一管七公分哦，是高屏平原，这广阔面积，每一个污流水都管七公分，啊，你抽了无？所以啊，过滤过，变好水。所以迄阵最近今年有时水荒嘛有吼，但哇台北无水通食，台北无通食，啊高雄嘛要限水对不对？我甲朋友讲，你免烦恼，这七公分一定够你食，抽不了嘛，过百万吨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证明我垮掉嘛，所以大自然干嘛说你们这些人让我失望？一国我赐给你这么好的大河，对不对？这么美好的水，但是你那个糟蹋，所以我不爱夹路面，让你污染嘛，我夹涂卡。但是我们也是赶快用这个水来起林大，供给你们有水喝，养你们世世代代。所以大自然是这么感谢，这伟大哈。在抢救高冰溪运动当中。张桂海医师甲保护高屏溪绿色人民所有参与者所强调的，拢是大自然甲高屏溪拥有高屏地区的核心问题。我有水水是，我为店面老到家，一点点可以170几公里。这170几公里的这个路途内底吼，我接触足济无同款的人。因为这个过程内底无同款的人生人咧，就是有一挂布农族吼，有一挂草族，有一挂荷兰族，啊，有一挂卢凯族，有一挂北部族，啊，有一挂客人、俄罗人，啊，有一挂咱公司里面的一挂外省人。伫山顶的一部分是，我为足清洁的水到山顶的时阵，这布农族，啊是卢凯族，啊是台湾族，因对自然的这个重视、自然的保护吼，是我非常的感觉感动，啊非常的感觉讲安心，因为因未够污染，所以我留在遐是台湾的钱。抢救高屏溪运动的核心精神，就是保护水资源的问题。因用民间的力量举办国际会议，以及不断写文章，呼吁水资源的重要。这个会议内底讲到讲用人工湖来补助地下水，吼、哦。所以曹启宏县长第一任来设立一个潮州人工湖，300公顷，一。当地会当出水，啊，完成了会当出水300万吨。规个高雄市公共用水、个家庭用水，规个加加落来，只是40万吨。迄、那个人工湖呐，完成了会当是30万吨。我问曹县长讲，啊，这去做好了，你准备安怎？准备安怎用？伊讲，三百人要用就可以用。所以，这个开会呢，应用两个所在，但这应用这个应用非常大，会当做永续利用啊，永续利用，实际永续利用。这中间呢？哇，有几项代志，我需要提到，就是讲，一阵先去掠鸭嘛吼，透早去掠鸭，四五点钟去掠鸭，两个解安尼吼，安尼吼，安尼嘛，咱啊，伫一阵先伫1995年，一月七日咯，他们做去迄个，出来搞去种红树林嘛，哦，啊，屏东那边有做员工，真未成功，结果讲，我政府你管，我政成功给你管安尼吼，结果嘛是成功嘛安尼吼，这中间呢有一个，过一个从足大代志是讲，七千栋一直是要做。七星加炼钢厂，啊，七星炼钢厂不要直接开水，就要去避冷水库。其实去避冷水库不是避寒者，是要去避冷水库。所以迄阵南部诶环保团队甲示范组，规拢集资会反七星呐、啊，反那个反避冷运动啊，好不好？反避冷运动，哦，所以才保存这个七国这湿地，全面披露，这是高屏溪另外一个真正有帮忙的所在，安尼吼，真正帮忙所在，安尼吼。这个到尾啊，就是讲，这个有一条代志。在政治里底扮演足大功劳啦吼，就是考题意啦。考题意吼，伊发生的时阵是1995年吼，安尼是，拄啊全台湾考题意，哦，高屏地区的底下差不多四到八条，安尼，迄阵马上将污染的总量降到30%，降到为18%降到70%，安尼，所以政府跟湾拢大家拢有一个默契。透过一个协商了，讲安尼好，开始犁木，所以犁木政策就是开始，迄阵开始的，就开始的，因为有犁木政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高屏溪污染就变较少，安尼好。了，整治到差不多啊，吼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差不多啊了。小区的人嘛是回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树下人有无？开始设施内底，家己
主动主发吼，甲高雄县政府做一个湿地公园。所以旧铁桥附近，迄阵有一段期间，也毋是包括水灾是水的嘛，就是人拢会去遐有无？吼呢，就是鸟啊有无？啊有利用这个这个生态工法吼，甲社区内底垃圾水一个安尼，甲过滤了，经过这个wet pen 是讲湿地嘛，雾嘛安尼吼，吼啊有这个植物种植物底下，甲垃圾吸来安尼分，我点了安尼。哦，咱个运动有哪有激发到社区遐人主动来保护和平溪？哦，所以高雄县这边做得袂歹，所以高雄县阿袂八七水灾真济。曹老师要做比高雄县搁较大、搁较宽、搁较有深度，伊要做甲变作战安尼。一个做到一半，八八水灾来，哇嗨啊，规个拢无去啊！哦，所以即摆可能开始在呼吁啊。抢救高平溪运动所面对的是多方面的压力和威胁，保护高平溪绿色人民，一方面要跟官方协调谈判，一方面也要说服社会争取民意的支持，另外一方面更加要面对沙石业和黑道的压力和威胁。沙石因为沙石离的较大吼，黑道白道拢在遐吼，所以因为要处理沙石问题，我受到不只只有恐吓啦，吼、哦，敢若我不只只有恐吓啦吼，面个阿眉啦，间接安尼吼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要来就来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嘛是感觉讲面对他，不要处理了就是讲，因为这个沙石的这个采矿权吼是，地区管理处，地区管理处的，所以这是国家的啦，哦，中央政府的，哦，中央政府的地方单位处理的呢，到尾啊沙石因为透过咱的沟通了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就是。禁止高平溪采砂石，高平溪庄透过这样协商，对不对？阿咪，大家人拢感觉讲有一个共识嘛，地方政府共识，吼、哦，中央政府共识，列为第一类的保护的河川啦，吼、哦，重要河川，所以砂石采取从禁止，啊，砂石厂拢无去，啊，高雄人哦，食水较好吼，什么原因呢？那是轮检有关系啦，到尾啊，食中点去做行政的对嘛，这食中点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相信有一个幕僚，又有一个方案。哦，安尼也无唔对啦。但是，迄阵透过官兵来问我，讲啊，咱高雄人要食较好水边啊。伊讲啊，是毋是整治高平溪？我讲，你整治高平溪啊，整治到两百年你也无法度啦。哦，无可能的啦，安尼啦吼、哦。我讲末端处理，所谓末端处理就是讲，你大鼻河水、大树潭河源水、翁公园平顶的水，加南化水库的水有一部分过来嘛，伫北高雄啊吼。即平顶、翁公园、大鼻河水，你甲顺治高一起处理。结果淡水被中统，迄阵怕是没有一摆来处理这个，哦，因为内底有富氧啊吼，沉淀啊，规个程序内底吼。结果呢，一当中用垃圾物业改善这个设备吼，所以大鼻河、翁公园、平顶、甲大树潭河遐溪水，拢经过上高级的处理了，就是即马佫送到咱的自来水管内底。所以咱即摆食这就是安尼结果啊！啊，恁高平溪迄个保护运动的迄、那个这个运动到什么到阶段算完成？哦，高平溪的运动到这个1999吼，1999了吼，大概差不多，你看，考第一啊，较少嘛，对不对？啊有啊，对吧？粪扫不太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过迄个开始峡谷开始有介入啊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沙石也无啊，对不对？啊底下都粪扫咧，靠干溪池也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遐拢清掉啊嘛。安尼了，我是感觉讲阶段性任务完成了。其实个保护河川唔是无所谓改阶段性任务完成啦，但是迄阵对，但是迄阵我感觉讲阶段性任务完成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组织内底嘛是大家无共意见啦吼、哦，所以我就甲结束掉。安、啊、尼是几年结束？1999。哎，按1900，哎，就讲七八年嘛。哦，足久。所以若讲环保运动来讲吼，高平溪运动是上届长啊，上届用上动员上届人力，哎，啊个甲官方的迄个来回回沟通啊，对，接触上济。哦，我甚至讲有一段期间，直接全民代表去看河啦，带中央政府的官员，我吃哎。立法委员、全民意代表，哦，啊特别，哦，民代表，何刘会议，对，所以这来滴我个补充一下吼，就是讲，我查这民意代表一块吼，特别查某吼，
看到迄水，惊死啊！面面啊，切算算，伊讲哦，原来阮就是食这個水，我要洗惊啊，阿边呐。所以，迄国民党立法委员，市议员哦，伊讲原来我食这种水洗惊。哦，所以结果河山会议的时阵，遐学者来就讲，啊，恁的政府伫底？伊问讲，恁的政府伫底哦？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另外就讲，伊啊个。人工湖不是会嘛？是啊，吼，要这样问，你们政府在哪里？哦，哦，哦，你们管理核酸的方式，令我们觉得非常失望，到达厌恶的程度了，吼，哦，你们真的是太无能了，政府太无能了，哦，安尼。您除了迄个保护高庭溪绿色联名啊，诶，绿色迄个保护运动，啊，甲迄个高雄市绿色协会，拢有参与了吧？拢个，到尾啊，就是我吼，因为吼，就是讲，所这个团队来加入里头嘛吼。对，培训人员。对，无唔对，所以其实就是为啥那要成立个高雄市绿色协会吼，就是讲这个团队加入这个保护国民客运动嘛吼，有教会嘛有无吼，哦啊有湿地联盟嘛有无吼，啊个哎呦对，嘛白天那边创啥呢吼，这团队大概这周会。哦，要讨论代志吼，哦，应该有一个组织，哦，大概团队拢派两个来安尼吼，所以我就提议要创立这个高雄市绿色协会，这是我提议啦吼、哦，所以我就是首任会长嘛，我是创会会长嘛，哦。迄当时迄个石化部分、石化污染部分，伫恁迄个咧运动的过程当中，石化公司电池商上华发言啊，有啊，哎、欸、长兴的迄啦，长兴化工、啊，对，有啊、哦、有啊。这个哦，无了，对，发生了。发生了，啊，那个部分是不杀单位主动去侦查的吗？有发生，有检举哈，啊，是讲，感觉讲吼，有人有对河川的造成吼，规鱼拢死了了有无？开始去查安尼吼，所以这个河川的污染吼，有的是二氯联，对，河川污染几啊种啦，化学工厂啊，第一点就是讲长期污染，卖暗管，卖暗管啦，吼。啊，有的是公然污染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就再说，早期的时候公然污染嘛，吼，前阵有影吼。第三就是讲，伊透过甲级环保处理公司，譬如讲这個长青这代志吼，听讲是安尼，伊的物件本来要载去台北北部甲岛，结果遐无通岛，佫坐转来高屏去岛，安尼。所以甲级环废弃物处理公司吼，伊四个岛安尼吼，有三种啊。你是讲到1992哦？1999啊，但是1999多啊，恁运动结束了后，高屏大桥断掉。不，到高屏大桥断掉是阮足早就甲议员啊，议员对，要这样等，所以我开过两遍会，对啊，世界学者有一个就环保诺贝尔奖的学者嘛来吼，一看到吼，伊比讲你们的政府这样对待河川，这样对待人民，对不对？我要在 Discovery 里面把它控诉安尼吼。所以我跟曹老师开两遍记者会，我讲这个河川一定会断去，结果国公只讲这个桥一定袂断去啦，唔是这个河川啦，这个桥一定断去，伊讲这个桥袂断去，结果偌久啪就断去啊。所以国民去做代志就是足济啦吼，我若要只要讲到安尼足细腻吼，就是有余吼，是足困难吼。2001年，高雄工商农工高职的学生。将张桂海医师伫绿色革命运动的故事设计一个网站参加比赛，得到全球规模上大的教学网站设计比赛的分组冠军。